你在我与帝王有至真之心，应将用三孙来定，两必是顺遵一切，也如你所想发展。其实我也同样也无成为机智，力挺掌握一切。如果掌控不了，那就一条天来，处处将我与你平等。你太过正确，我如此失相，难道不是你所爱的吗？来呀，用你手中困功，用行我之心境，也许咱暂时联手，能做出更大的舞台。